點解啲寺院會起喺啲山上邊嘅咧？窮人就係佛寺，佛寺就叫窮人。喺山上邊修行有啲咩好處咧？晨早嘅課眾咧，我哋又唔會打擾到城市嘅人。晚上我哋靜坐嘅時候咧，外邊嘅環境又能夠成就。咁人多咗，會對大嶼山你哋修行嘅人有啲咩影響呢？師傅，依家個世界咧都比較苦嘅，咁喺今時今日，你有啲咩嘢啟示俾到我哋咧？就算你痛苦都好啦，嚟到一啲咁舒服嘅大自然裏邊咧，突然間會好舒服。點解呢個舒服會有呢？因為棵樹冇中意定唔中意。其實大自然教咗我哋好多，認識翻我哋嗰個我哋本來已經有嘅嘢。有位趁住幾日寶貴假期嚟大嶼山禅修嘅學生同我講，嚟緊呢幾日就同參加咗一個旅行團冇乜分別，一樣每日行程節目都有人精心安排，一樣有人為你妥善準備三餐，你一樣可以輕鬆愉快去享受一個難得嘅假期。要做嘅嘢係好簡單，就係唔講嘢幾日，放低你嘅胡思亂想，真真正正唞下，在丛林里面收集一下你本来的智慧。修行首先要发心，上求菩提，下化众生。你已经受前五戒、十戒，知道何时应持戒。各修寺呢度。十几年前本来是一间传统的寺院，多年来慢慢修葺发展，现在就成为了一个禅修中心。他们承继了上江山六湖区佛教修行的传统，令这区又再活泼起来。当年六湖精舍修行人最多，高峰的时候有百多人在这里共修，现在就只剩下住持和居士在这里静修。世事是没有永恒不变的，镜花水月，以前的六湖不见了，过去就成为了历史。师傅说有个茶缸在条路那里，被人家走到累的时候有得喝，那个茶缸呢就是这个了，证明个师傅没说大话。法師話咧，呢啲係大悲咒水，試下先。哇，真係好甜喎，好清啊！唔知裡面咩嚟嘅咧？嚟呢度修行嘅都市人要學心如止水，除咗行善、打坐、誦經幾種方法之外，佢哋喺食飯嘅儀規當中都係一種修行。呢度用四隻碗食飯，四隻碗分別係佛、法、真。同埋清明心，都系用嚟提醒佢哋修行嘅心。咁你睇到原來個腦成日係講緊嘢嘅，雖然個口唔講嘢，個腦成日都好多嘢講，好多對白嘅。咁但係咧，我哋修修下咧，你認識呢個對白，哦，原來哇個心原來咁燥噶嚇。咁慢慢咧，我哋就要用一啲方法咧去
將我哋嘅心咧攝翻個心啊，即係好似我哋坐禪嗰陣時候，我哋只係坐啦嚇，即係有唔同嘅方法去坐啦。行禪嗰陣時候咧，擺翻喺我哋嗰個每一步裏邊啦。食飯嗰陣時候，即係注意翻我哋食飯嗰陣時候，慢慢呢個禁語同埋配合埋嗰個禪修嗰、那個嗰、那個運作啦，嗰個方法咧，個人咧慢慢咧就會簡單啲。咁所以禁語好好。一个假期，有人拣起六湖区禅修，亦都有人喺对面下姜山嘅观音寺参加传统嘅佛教活动。佢哋喺呢度几日，将会过午不食，诚心礼佛，名为百关斋戒。所以百关斋戒咧，就是八条戒。佛教的戒咧，就好多种啦，所以五戒啦、八戒啦、十戒啦。有好多種，好多種啦嚇。第一就係不殺生啦。第二咧嘛，不偷盜啦。第三嘛就係不淫啦。第四嘛就不妄語啦。第五就不飲酒啦。乃至第八咧就不非事食。因為中國嘅三條咧就字多啲啊，咁咧包括齋戒啲戒期最短咧一晝夜，最長咧一生一世都可以，就咁嘅。嗰個長短期咧有自己的要求，一九五一年農曆。正月十八来的印度，到了一个都还做大印度。法师在大屿山一住就五十几年了，看着前面这座山，有人说叫大象拖小象，代代出和尚。大屿山向来都成就佛教的修行人。在大屿山这里一起修行，清晨四点钟就开始打坐，对都市人来说，在这么清爽自然的怀抱底下开始一日，感受自然特别深，应该是特别醒神去了解自己多一点。有时下的人的心压力很大，他们想来这里减压，不是很明白个心有关，個個人都想得一樣嘢。當你想得一樣嘢嗰陣時候，其實就係一個壓力嚟。我哋可以去做一樣嘢，但唔係去追逐一樣嘢。譬如名啊、利啊、要升職啊、人對我哋好啊，個個人都好想人對我哋好，但係我哋就冇明白啊。我哋首先點樣去同人哋對人哋好呢？即係我哋其實學禪咧，佢係生活啊嘛，生活即係態度啦，互相包容啦，就好似洗薯仔咁樣啦。有時你會碰下我，我碰下你啊，但係要有個包容嘅心咯，同埋唔好介意咯，唔好 check 人哋咯。我所有嘅規矩唔係愛嚟 check 人咯，所有嘅規矩係愛嚟幫自己去認識多啲自己咯。
依家要嚟山上修行几日都话唔容易，何况出家呢？同样喺六湖区乐新莲社嘅法师同我讲，以前上山出家仲难。诶，法师啊，呢一个系咩嚟噶？这个呢就是现在呢就是做禅灯啦，即是被人坐的，是啦，将来呢临往生呢就可以将它来做棺木。怎样做？打开了里面会看到的入面的内笼呢 是空空的，那么将来呢就往生的时候就可以利用它来做棺木。所以呢从前的菩薩裏面咧都係好環保嘅，啊，都係因為山上邊即係種種嘅唔方便，所以咧都係設計準備埋呢一匹嘅啦。咁啊幾好啊！嗱，就平時可以坐，係啊係啊，坐咧之餘咧，裏面可以收藏一啲嘢，係啊係啊，過身嘅時候咧，係啊可以嚟就攞嚟收藏自己啊，係啊，好嘢啊，咁都幾環保喎，係啊係啊係啊。嗱，以前咧收到咧。就真係好簡單嘅，甚至乎我哋依家見到啲爐頭咧，佢呢一度都仲係保留到好傳統嗰啲爐灶，都仍然可能就真係咧仲燒緊木枝啊、柴枝啊咁嘅嘢。有嘅，我哋都有用。呢種傳統嘅建築咧，保留咗我哋咧中國傳統嘅廚房嘅建築，一定要闊大，要高。高嘅原因咧就唔好俾啲煙咧焗住喺一個低嘅環境，同埋啲煙通咧。就會拍牆兼咧，上邊咧可以喺瓦頂嗰度走嘅。而啲爐灶咧就一定係有兩三個口，因為咧就一個咧就入柴，一個入空氣，同埋等佢啲灰咧，啲灰跌翻落下邊之餘咧，啲灰就會攞嚟咧就係做肥料種田。係，冇錯，係啊。如果我哋煮大眾嘅飲食咧，我哋咧試味可以。但是你試味的時間都要小心咯，你覺得啊哇好食，食多一件咧，咁就感恩菩薩就卜卜卜卜我哋三嘴。唔怪之你揸個嘴咁大啦。其實我哋需求嘅唔多噶，嗱，好似我哋瞓三尺床，幾大間屋都係三尺床，我幾件衣服可以夠我著十年八年啦，何必去貪？講到淡泊而明智，通過淡泊才能夠明智的時候，你就會覺得啊，這些也都是不是我們世間裡面理解得到。花花世界令人迷惘麻木，有時風雨陽光灑在身上面都可以全無感覺。現在清風吹過來很舒服啊，當你覺得很舒服那一刻呢，你就跟這個清風很舒服打成一片啊。其實我們經常都很容易 跟身邊的環境打成一片，但是什麼東西令到我們不能夠享受到這個過程呢，就是我們的胡思亂想。胡思亂想是一種股票來的，你不要買它就可以了。禅是教我們呢，只是擺低我們的妄念呢，不用求真，為除色妄。你有任何的看法意見呢，只要你擺低它就可以了。前面呢那裡有三棵很粗的樹呢，打十號風球打斷了。雖然它十號風球呢是一些天災橫禍落在它身上呢，但它們呢沒有放棄到這個障礙，但它呢就會在它可以生長到的地方呢，它都會標一些新的枝、新的芽、新的葉。其實如果你們找回這個心境，這一樣東西就會幫到你們了。煩惱一來的時候啊，覺得很煩。其實是什麼覺得很煩呢？其實就是自己的心覺得很煩而已。只要你不要這麼執著這件事，它就會放回鬆了，慢慢。咁我哋坐禅就系，其实都系训练呢样嘢嘅。具体嘅烦恼，譬如金融海啸咁啦，假设，哇，你蚀咗好多钱喎，咁点咧？你个心日日都喺度谂紧嗰件事啊，点咧？今日又升，听日又跌600点，你又惊啦，
即係個心好唔安定。咁但係究竟有咩方法可以解決到呢個煩惱？就係你唔貪心咯。你如果一次放曬佢，算啦，嗰啲數字我唔理佢，放曬。咁你咪日後咪唔需要再為咗呢個星星跌跌而煩惱咯。係咪你嘅煩惱你講緊？我其實都係嘅。但我已經放了，已經放下了。幾日禪修之後，大家又要回家了。一個飽滿的心靈假期結束，平靜的心又會受到考驗。有位學員說，這樣充電都充得挺飽滿的，到沒電他又會再回來充過。他們學了是不夠的，要修咯。修就是說我們真的要給一些時間咯，給時間自己，還有不要擔心有沒有結果咯。因為棵樹佢冇諗住要開花結果，佢時節到咧，佢自然就會開花；時節到咧，佢就會結果；時節到咧，個葉又會落；時節到咧，佢又會生；時節到咧，佢又要面對佢嘅活落個死亡。咁呢個都係一個即係時節因緣咯。如果大家有明白這個道理，其實就快樂很多咯，做人。